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静玲。今天我要来归还一些照片。偶然间，我在网络上买到一台 CCD 的数位相机。起初因为没有电池，所以我把它放在防潮上一段时间。等到买了电池，我打开它，发现里面还有一些前主人的照片忘记删除。我大概看了一下这些照片，前主人应该是位日本人，拍了些有关于自己家庭的生活照，虽然张数不多。但我想这些应该是他们很重要的回忆，所以我把他们保存下来，想透过网络媒体的方式，再次把这些照片还给他们。拍摄这些照片的时间大约落在西元2011年左右，里面主要的内容大部分都是家庭的生活照。最后，我不清楚原主人是不是有保存，也不太能确定能不能顺利还给他们。但身为摄影工作者我，看到这些照片的当下，真的是觉得很温暖跟感动，希望能顺利还给他们。